我们家豆豆生了，现在正是护犊子的时期，一听到其他狗的动静就紧张。布丁在没来到我们家之前也生过九只小狗，但是大部分都在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导致他现在的母爱情绪特别的泛滥，平常都是叼着一只玩具狗当成自己的孩子，现在怕他和豆豆这小狗起冲突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准备把布丁送出去几天，等到豆豆过来这个时期再把他接回来。哎，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喂，小黑不舍得他妈，蹦你先回去。回去，来回去。本来说把布丁送到我婆婆家待几天，但是我婆婆这几天有事儿不在家，正好我们最近在我大姐周围摆摊，然后就把布丁送到我大姐这里待，每天我们也能看到他。说到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布丁一起去。嗯，每天还能过来照顾照顾他。到我大姐家了，我去按门铃。我现在没在家，我在外面呢。我给你远程开锁，你先上来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开了，进来吧。这门锁不错，还能远程解锁呢。我听姐说，她这个是影视智能锁，他们人脸识别开锁的，不管黑夜白天，只要走到门前，他们自动刷脸解锁。那还有指纹、密码，好多种解锁方式呢。锁上还带超清广角摄像头和可视大屏，白天晚上都能看清门口的情况，连上手机还能远程查看，出门在外对家门口的情况也能了如指掌。有人按门铃不在家，还能在手机上收到提醒，接听就可以视频通话。好的好的，可以。门口要是有陌生人徘徊逗留，都会被门锁拍照录像并发消息提醒，就像请来个保安在门口站岗一样。厉害啊，回去咱们也换一个。嗯，行。哎，大姐回来了，快来上去吧。走啊，布丁，走。大姐在上，这个你家的孩子行吗？布丁，听话，布丁，你再听话啊。在路上，我知道遇见你已经是路上，在人海只为相拥。我离开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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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加了一点彩虹，让烟花都透红，世界美好环环相扣。只是因为他看爱的人是在路上，我知道遇见冲突竟然受伤。今天早上张儿子，现在我们主要不在家，我们可以去提车。